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，继续作为观众反馈过来说想看的笔，那就这支9035。那首先的话，就这一支我应该是没有拆封过的，这一拿回来就是这样子一个透明塑料包装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包装啊，简约。如果是那种瓦轮纸，就是纸皮箱那种，那就更好了，环保一点嘛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塑料毕竟不太好环保，而且有点难处理。如果是透明的，我还能拿来装别的笔。那它上面有 logo 的，我就不太喜欢。但是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才是那个金豪的一个 logo。我现在看不到那个画面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就尽量对吧？对，金豪 logo 其实还挺好看的，说实话。好，那一上手这一支木杆笔，我还真的没有怎么去玩过或者去用过这种木杆笔啊。那首先这个笔夹，那就是哪一个品牌的你们都懂的，但是它这个用料感觉比那个百乐的那个要厚，因为你看拉不起来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笔的话，照这样直接看的话，那个质量还挺好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尺寸吧，还是一样那个英雄100啊，这样是国产笔总得要收一支嘛，对吧？然后最经典的146，百丽金的 M200。那总体来讲的话，它这个应该是拿的是742的那个尺寸了、因为742那一支的话，我是帮别人买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那我顺便拿来做一做视频，大概是这么一回事。因为我主要是欧比嘛，日比的一个有看过我肠道炎的那一集的话，都知道我对日比不是特别感冒，而且别的材质，特别像这种经典的笔的话，我不会，就对其他笔不会再感什么兴趣。因为有一支这样子了，你没必要说我再两三支这样子去放在那边这样子用。因为我本身基本上就万年的 F 尖或者 万年 M 尖，那反正就是那几个尖，然后就黑色墨水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尺寸你们就能看到了，它本身会比146要粗一点点。有一点我觉得它是比较细腻的，就是那个它这个笔帽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之前有讲过，就很多笔它是故意去追求那个一体感，那导致会怎么样，笔握特别细。那这支我预感它笔握不会特别细，摸起来像是木的那个感觉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木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啊，笔握可以，这个非常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帽吧。笔帽从里面一看不像是笔帽，这边里面看的不是很清啊，但感觉用这个是一个尖啊，然后这个部分，因为现在那个塑料能用那个水转印的工艺嘛，那就导致了有时候不太好分。那摸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木，因为有些木头它密度比较高嘛，像那个鸡翅木那类的，那密度比较高，有时候就不太好分，不知道这只是不是真的木，但摸起来又好像是真的木，但是又没有那种粗糙感，那一种更就是没有感觉到，就是说我一摸这个笔，它马上就是一个木头那种感觉。那笔握来讲啊，非常的不错。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手感的，摸起来就是怎么讲呢？好滑，是硬橡胶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用硬橡胶吧。这支笔，摸起来很滑，但是你看它是哑光的，不知道是不是硬橡胶啊？那个知道观众麻烦给我普及一下啊，非常感谢。这支笔反正就是买回来的时候应该是40块人民币左右吧，不是很贵。吸墨器非常的棒，正常的吸墨器，不是吉涅斯的。那这个笔杆的话，能看到。好像真的是塑料，里面因为看得不清楚啊，好像真的是木头，真的不是很肯定。但整支笔的手感也是中等吧，不会没有特别轻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这支笔拿上手那感觉怎么样？挺好，美观来讲挺美观的，因为是属于那个玩材料的笔。但是我现在在转的时候，感觉这支笔好像不是特别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这么一拿感觉它不是特别直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就这么拿感觉不是，好像对，好像是有点弯，有点就是说有点往上或往下这样子倾斜啊，但影响不会很大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用了。这支笔的话，倒是这个笔握它是不是硬橡胶，因为我没有买过那个硬橡胶的笔，因为也不是很感冒，因为我知道它
不能碰水。那相对来讲，现代的那个树脂它更适合拿，比印象胶更适合拿来做那个钢笔的材料了。到所以我一直不太懂邪恶的那只 King of the Pen， 就它那个笔王为什么那么贵，这一点是不太能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上一下墨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应该还得要让你们看一下那个笔尖。笔尖的话，我就拿那个比较常见的百丽金 M400， 那 M400 笔尖啊，这一支是对，给它换了一个400笔尖，那看起来高级一点。笔尖的话，这个应该是百乐的10号尖左右的一个大小，那中等大小，不会特别大或特别小，因为我买过823，823的尖没有那么小啊，会再大一点。那所以呢，就这个笔尖的话，它那个粉块应该还是 OK， 还是怎么讲呢，就是偏硬。那看这个样子的手感，就觉得是比较硬的那种手感。那先上一下墨。好，那一个盖打开一下，看一下尽量能让你们看到那个上墨的那一刻啊。很好奇这个是不是印象胶的那个笔握，如果是印象胶笔握的话，那印象胶笔我绝对就不买了，因为那个手感并没有，现在摸嘛，这个手感没有特别的出色，就是这是我第一个感觉。第二个感觉，对它这个哑光的话，真的不负一层生漆的话，感觉真的差那么一点点。对，就是摸起来的手感也没有说很温润的感觉，就是未加工的原材料直接放在上去那种感觉。好，那个试写一下。好，也是一样，因为刚刚做完上一个视频，那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那还是尽量，因为之前说给你们做，那我还是尽量来那个做一下啊。好 ，OK 了，写完，那你们能看到这个结果了，超级大水枪。我买的它上面，我刚查一下，它显示是 0.58mm 的这样子一个粗细。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墨水原因呢？这个粗墨真的相当大，没法爬格子。但是而且这个，滑是挺滑的，就写感上面来讲，还是有它自己一个特点，非常滑。但你们看这个前面这里出墨也比较浅，它第一笔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笔尖的一个质量问题了，这个是属于那种水滴型打磨的一个笔尖了。这个的话，那我看一下能不能对准一点给你们看到，应该是可以的，水滴型打磨一个笔尖哦，反正就写感上面来讲还是很 OK， 但第一笔飞白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打磨原因呢，这个再送去修一修倒还好，小问题。笔的话也是也没什么反馈了，非常硬的一支笔，那很接近现代原子笔的一个写感，但是它这个真的有点太粗了，那这么粗的尖滑也是正常的，但是真的爬格子太难了。这个那建议就是说，但笔舌这么看，其实笔舌质量还是挺不错的，倒是那个建议换一下笔尖。那还是一样，这支笔怎么总体来讲就是说很有一个人特色，材料上面用木杆，虽然说我个人不是很爱这种，然后这个笔握的材料还是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一下，写感上面来讲握起来手感还是挺不错的，就用力握或怎么样也是很轻，不会特别费力，就是说重惯性不是特别强，写起来的话还是很好控制。笔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，除非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笔尖，就你可以去换一个你喜欢的笔尖，因为它中型笔尖嘛，你要找一些品牌的尖来替换有点难，就基本上都是能你百乐70的那种价格都得要1000人民币左右嘛，或者再低一点这样子。那除你换那个尖，还不如直接买一支那个百乐，再就直接买一支百乐的那个一支笔完成的，我就完整的嘛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说你要换一个合适的尖给他的话，这点比较麻烦。握感、写感来讲都是挺，样子来讲是挺耐看的跟笔而已，特别是它，这个先放一边。特别是它这里的这个银环呢，就感觉这个就很用心了，然后形状来讲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形状，木纹的话这个就各有所好了嘛。那如果我觉得
它如果整根都是这个材料，我觉得我还更喜欢一点，就个人呢、啊、更喜欢这样子。但是就真的，如果是真的印象胶的话，像它这个价格如果再贵个一倍，那如果这些都换印象胶，那估计我还会比较感兴趣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对，那就算了吧。还是对，那这支笔总体来讲的话，喜欢木杆的那算是我见过它比墨匠我以前做那几支的都，我更推荐这一支多一点。如果喜欢木杆的我会推荐，但是笔尖上面来讲真的要好好考虑清楚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更细的一个笔尖，那如果有那可以换一个细一点的笔尖，那用起来还是挺 OK， 日用也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会买这一支的我认为的一个消费者的话，我认为它肯定不止这么一支笔，对，所以说这支笔的定位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，那这支笔大概做到这样，那有什么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，那个特别那个笔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